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咱在家做卤面，做家常味，感受家的味道。先准备一小块五花肉，然后把肉全部切。啦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、转发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这里呀，我的是小碗。对呀、啊，吃完你是小朋友，就要吃小碗。我是小朋友。给你吃块肉。我这回喜欢吃肉啦。你喜欢吃肉吗？在学校能吃到肉吗？能。学校还有肉呢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我不。你冰箱弄了什么？